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呢？嗨，Hello，刚刚收工，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呵呵呵，眼袋好重，这卧蚕。刚刚收工，然后洗了个澡，洗了个脸，现在是没有化妆，因为我的眉毛被剃掉了，所以我自己画了两根眉毛，不要害怕。但最近这个状态还是一般。你们都在干嘛呀？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？哎呀，被我挠红了。送我出道，好啊！我觉得录那个姐姐好过瘾呢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今天十日游戏，收官了，还挺舍不得的。我自己看的时候，我就进去了，我摊牌了，我进去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啊？牙齿好白，谢谢。你们有没有看啊？看哭啦，嘿嘿。烧烤配茅台，小劲儿马上来。我其实还很想再看一遍，仔仔细细看一遍。然后拍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还挺。有点压抑，但是我们大家现场的那个工作氛围还是非常和谐的。朱老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演员。哈，去洗个脸，不许去，不能早睡早起。要的要的。然后最近这个疫情又开始反复了，然后真的。白衣天使们，医护人员们，非常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加油哦，一定会美满幸福的。以面为大哦，我跟你们一样期待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播，快了吧？一定要等着我。嘿嘿，最近我的黑眼圈还挺严重的，然后我最近一直是横店、长沙两边跑，然后基本上睡眠都是在路上，然后每天记台词、记走位、记动作，记各式各样的东西。然后我的台词在这个戏里面又非常非常的多，然后我演一个嘴特别快的，然后我经常跟他们说，你们找了一个全国嘴最笨的女演员来演一个话最多的人。谢谢你的花，谢谢，多吃点核桃。好嘞，我特别爱吃核桃，可是我总觉得没补上，好糊啊。别熬夜了，知道了。告诉你素颜秘方啊，多喝水，然后呢，就是，敷面膜，做好清洁，但不要过度清洁。喜欢吃什么水果啊？我喜欢吃草莓、樱桃，尤其是那种黄樱桃。你们呢？还好吧？怎么这么多人说我黑眼圈？我黑眼圈。一般啊，没有那么严重吧。最近皮肤状态还可以。啊，太瘦了，还好，我不瘦的地方你们看不到。小天使，多重啊？不到100斤吧，好像是90左右，90多。
喝多了，没喝多，我平时就是这样，喝多了反而正常了。起痘怎么办？起痘一定要用，要用痘药，要用植物的草本的，不能太刺激。超级好看《十日游戏》，对不对？安利给你的身边的小伙伴们哈，一定说它好看，确实很好看。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故事。我接到剧本的时候，我都很兴奋，很兴奋。我一下子就把那个剧本看完了。哦，对哦，900万福利。我想想，这两天想想有什么，不一样的福利发给大家，发个微博，嘿嘿。超爱，哈哈哈，跳个舞跳不开，马上就要播了，下一期，耶，一定要好好看哦，我们的大碗宽面非常的炸，每个人都很好，他们都说可以出道了。我会自拍，我已经觉得没什么意思了。我会想一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倒立自拍。烧烤配茅台，给大家表演个吹瓶儿，怎么样？在我们那儿叫大绿棒子，送我出的，好嘞，谢谢你们，就靠你们了，多多支持，多多投票哦。我发现最近这个，我们在这个姐姐这个节目里。然后就大家很喜欢看到我们平时的这个状态，非常好玩，真的录的时候就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每天睡觉睡眠时间挺少的，所以第二天起床有点起不来，所以导演就很崩溃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对接导演都会一顿狂催，连拉带拽的给我们拉下来。不能迟到，来，去到排练厅就是一顿排练，后面你会看到我们拼死拼活的训练，非常可怕。我们的宿舍也是非常温馨的，然后好多人就几个人在一个一栋别墅里面，然后我们吃喝玩乐，然后我们是一直24小时拍摄的。凑近一点，不害怕吗？宿舍是什么样子呀？马上就会看到啦。我们第一期是就是我们大碗宽面的这个组，在一个大的房子里，然后我们特别特别开心，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是在这几个姐姐里面，体力都不是特别好的，其他姐姐真的是体力超棒，就是每天会很嗨、很嗨、很开心。然后她们就是练习啊，完全不觉得累。然后晚上还可以回去吃火锅。我每天那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会回去，还有一顿很丰盛的宵夜。后来觉得有点太奢侈了，有点太不好了，所以我们就跟节目组说，就不要准备吃的了，让我们点醒我们自己，给我吃，好嘞，那你说吃，那我就吃，弹舌666，上班时间到了，忙内啊，忙内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是到。去参加姐姐这个节目之前的2天，我才知道忙内是什么。忙内就是最小的，我以为是最忙的，我以为是最就是就拎东西那种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啊，谢谢你们的喜爱和哈哈哈哈。乘风破浪的主题曲啊，
哦，蛮好听的，朗朗上口。下一期就会看到了。我们30个姐姐在台上跳舞，然后机器都不知道要拍谁了，太多人了，一人一句。皮肤好弹，谢谢。最近虽然熬夜比较多，但是保养的还行，也没有去美容院，就是自己保养，疯狂补水。当然，鼻音那么重，不知道啊，我怎么了？我也啊，镜头擦一擦，我迷幻吗？拿衣服擦一擦，好了吗？嗨，老公。叫错了吧？早点睡觉，头发。知道了。C 位去的，我没有喝假酒，我连酒都没喝。看把你们给吓的。哦，对，跟大家聊聊十日游戏的这个拍摄吧，因为这两个角色，我是演两个角色，是对我来说是。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，然后，但是我现在把它演下来，我觉得我还挺有成就感的，是的，然后一定要看哦，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哦，好看哦，在武汉拍了2个月，在这里祝武汉的朋友们武汉越来越好，真的很想再去看樱花，好美啊！真的好美，嘿嘿，哇，丰盛的大餐，看着饿了，牙为什么这么白？就是白呀、哎呀，这个鸡腿儿都挡着我，看不见你们的回复了，谢谢，口红色号啊，哦对，那天我记得有好多人私信我，然后也有我的好朋友们。问我那个，就是首秀那天个人 solo 的时候，那个口红是什么色号？在这里告诉大家，那是什么色号来着？我会发给你们的。哦，我发了，好像是我有发过。关注我的小朋友们应该能看得到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其实真的很想看下一期，我太期待了。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目都很棒，很棒，很燃。尤其我们那个，没有，其他人也都很好。只是我们真的很享受，很享受在表演的这个过程。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剪进去，我在跳的时候差一点点摔倒，在下楼梯的时候，我的鞋跟那个台。升降台产生了一点摩擦，然后我就，但是后来我还是坚挺着，很帅气的下了台，下了升降台，不然我就，是的，注意安全，是的，然后在要准备要大跳的时候，前面只是唱，准备要开始舞蹈的时候，我的鼻涕。清涕就要流下来了，然后我又非常要很酷酷的在台上蹲着，不能让大家看到现场有这么多观众。那个时候擦鼻涕也不太对，所以我就很酷的，就这样避免了尴尬。这个好像没什么美颜效果。感觉我有点憔悴，是不是？最近睡眠实在太少了，你们一定要多睡觉哦。然后出去一定要戴口罩，回来勤洗手哦。跳舞好棒，谢谢。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选那首歌吧？哈哈，秃头小宝贝，你走开。为啥？你们不想知道，我也要说，怎样？
不想听，我也要说。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其实最早的想法是，我想选一个冷门的。对不起，菲菲，不是说你的歌冷门，而是说我想最后想选一个非常神秘的，然后能够就是很女团的那种感觉的舞蹈，但又我又不能唱很快很快的歌，我觉得我会顾不上。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菲菲的这首《Hello》，我觉得有点小爵士，然后非常凸显我另一面的这个女人味的这个感觉的，真的，就见到菲菲那一刻，她说出来那一刻，我才知道我跟她唱同一首歌。我是前2天才知道她会来，有小道消息，但是完全不知道我们会在台上唱一首歌。我本来就是怕对比。因为我不想选一个就大家都听得耳熟能详的歌，然后大家就会马上对比到原唱，然后就觉得唱的什么玩意儿。但是没想到同台了，还不如选一个耳熟能详的呢。所以整个过程我是非常痛苦的，只是我把这份痛苦压住了，没有像刘云姐一定要把她压力散发出来。然后我其实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，我就也是多次安慰了刘云姐，我说既来之则安之，又能怎样呢？好好表现就好了。我们只能选前面的，我们只能选在他们前面跳，所以这样才不会对比那么强烈。啊？什么？大碗宽面啊？对的。聪明，评论太快，而且很棒，求口红色号，口红色号我有在别的平台，就是别的地方发过，可以去看哦，找一找别的，会有答案的。打卤面啊，对，我这次是打卤面，我们这次说，因为大碗宽面嘛，就每个人有。代表一个面，我就代表的是我们山东济南山东的特色面，就是打卤面，我也特别爱吃。然后我们在那个录制的时候，菲菲姐姐，菲菲还说了她的口号，说的很奇怪的一个音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会非常搞笑，我们一直笑他笑到现在，都已经很久了。啊哈，济南人民想念你，谢谢。三公啊，三公，三公就是现，对，还没有开始。然后我也很期待这次的，嘿嘿，就不透露了，到时候一定要看哦，这次也会很。炸！每一次都很好，我觉得我们的节目选的歌，然后编的舞都超棒超棒。发色是什么？其实我好久没有染过头发了，然后之前染的是比较浅的棕，洗着洗着就变成深的棕了，就像巧克力的颜色，是属于不出错的颜色。哦，好多人说这个。上次我记得，从长沙录完节目，准备坐飞机回这个横店的时候，然后接机的有个小妹妹，她就说："啊，那个二公，我在现场，然后我看到你们了，然后不，她还说的是就是期待下次，三公的时候会去现场看。"我说："什么公？"谁？然后我一直以为他说的是某个亲戚 我觉得这个三公二公的特别像是大舅二舅的那种，然后我就什么公，我完全就是没弄明白，原来哦才知道，
哦，第三次公演啊，都这么专业的词儿了，是这样。然后我就，当时脸紫了一下，马上又恢复平静了。我说啊，是这样，是的。900万福利是什么？让我想一想，因为我明天还要一大早拍戏，然后从一大早开始化妆，因为我们古装的妆化很长时间。然后一天都在现场记台词、拍摄、记台词、拍摄，然后，而且我们的衣服也不能，公布，所以，我尽量给大家拍一个好玩的东西。这两天想一想，但我这两天的脑容量实在是太，脑仁儿就这么小，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脑子去记任何的台词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对，不够用，不够用，因为说够用了，一点不够。大家见了我就知道我记事儿有多么多么的差劲。我在现场其实挺崩溃的一件事儿，没喝多，没喝多呀，说了多少回了，没喝，我不爱喝酒。谢谢，谢啥？你们夸我好看。怎么老说我鼻头红？鼻头就是红，怎么啦？哭过啦？哎，不管。你们还说什么呢？红色高跟鞋，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咋了？哭了？最近压力实在是有点大。但是我还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，就是我会。不会把我的，从来不会把负能量，那个说给身边的人，也不会透露出来，所以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但我的喜怒哀乐全部都写在脸上，然后平时就是也算是大部分过得比较开心，嘿嘿，嘿嘿，我其实唱歌挺好的。只是我那天那个个人 solo 那个，哎呀，我就是太实在了。节目组说要唱跳，一定要唱跳。我说好吧，那我就找老师编了唱跳，然后就觉得肯定是边唱边跳，但是其实是可以唱就认真唱，然后跳的时候你就把麦一放，或者是你有头麦，你就可以再接着跳，就不唱。我是边唱边跳，所以我前面的唱歌的声音就是 "Hello，Hello，我们什么卑躬屈膝啊！"我唱的时候我都有点想放弃了，差点就跑下台了。但后来人家不给我第二次机会，所以还是坚持把它坚挺下来了。但是真的，我发现跳舞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唱歌，尤其是那种动作。就是很大的动作，尤其很多那种点的动作，然后还有很延伸的动作。你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，你的声带是完全跟着你的动作去忽长忽短、忽寸忽圆，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住你的声音。尤其是我又不是专业的歌手，但其实我站那老婆声唱还是可以的。哎呀，没事。唱分数很低，没有关系，只有15分，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大家看我的二功，就知道我还是有进步的。那是专门的唱，不能说，我们什么都没说啊，没有说。唱一个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关机了，不许走，站住。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过来聊一会儿，睡得更香；过来聊一会儿，长得更美。过来聊一会儿，天天都开心。口红色号，哎呀，
老看到口红色号，有啊，我发了，唱一个王菲啊，啊、哦，我的菲姐是我心中的女神，好多年，唱一首，唱啥啊？唱什么？哎，点歌吧，我就唱一句好不好？再多一句就露馅了，人间。天上人间，如果真值得歌颂，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不跑调，都在调上倒是。还有什么旋木？旋转的木马让你忘了想。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。我唱歌声音跟说话声音完全是两个人，我说话声音是在丹田，不是，是在胃，就是很低沉，然后是在很后面，然后好多人都说那个，像陈赫老师那个评价我的声音，就是说他站在我的后面。我叫他，他能听得很清楚，但他站在我前面，我叫他，他就听不见了。他觉得我后面有一个大喇叭可以扩音。我还有人说我说话非常好听啊，谢谢，我太开心了，因为我一直问我妈为什么我们变声期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为什么还没有变声啊？不是应该13、14岁变声吗？你们都有变声期吗？温柔，喜欢你的声音，真的，谢谢。没有变声期啊，我才13岁，15岁以下的请离开我的直播间。啊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哦，我12，sorry，我走了，拜拜。15。你们怎么都这么小啊？我也才12。怎样？只要心态好，保养的好，你，然后天天开心，年龄根本不是就压力嘛。曾经，就连参加这个节目，好多次问我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采访的时候就问我，啊，你是怎么看待年纪增长啊？你现在这个岁数，什么什么，我说我完全没有压力啊，为什么要有压力？我觉得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了。我觉得反而回到前2年，我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心态，像现在这么好的状态。然后我觉得我越活越年轻了。只要每天都开心，你的心态好，把什么事儿都放宽心，不要把它太纠结。会有不一样的感受，还有就是好好保养哦，皮肤太重要了。最近呢，在我们组还有姐姐那儿安利了一套护肤品给大家，然后好多姐姐们也都问我用什么，然后我也就是给他们一一列出我用的产品，确实很好用，我都是。我其实从10岁、十几岁、15、6岁吧，就开始，基本上市面上的和不是市面上的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护肤品我全部都用过了，然后我的皮肤完全就是试过所有的，然后现在火的那些护肤品，我都是我一看，这是我5、6年前、6、7年前用过的东西。所以我在护肤方面我是非常非常钻研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推荐，还是良心推荐，是这样的，每天护肤最起码1个小时以上，最起码1个小时最少，推荐啊，随好呀，我只。最主要的是，我最近实在是
没有太多时间，因为我是从很早化妆，然后就晚上很晚收工回来，然后我就卸妆，就要睡觉了，然后没睡一个小时又起来了，所以最近是确实有点太辛苦。茅台，24小时护肤，那也不是。但是我如果说我要休息一天的话，我会一直在弄脸，就是我一直在敷面，就敷那个敷水。对，然后再护肤，就是非常清爽护肤。录个早安铃啊，闹铃啊，那会烦的，听到我的声音。以前小的时候，我爸给我录了个闹铃。我再也不想听到那个闹铃了。是这样的，我的爸爸在我小的时候觉得我不爱，就是老睡懒觉，然后他给我没有告诉我，他就给我偷偷的用那个手机还可以录那个，可以设成闹铃，然后他就有一次我设闹铃的时候，他就说就听到早晨的太阳升起来了，树上的鸟儿在树上。在树梢上，喳喳地叫着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哈哈。这是我爸录的闹铃，我到现在过了10年了，还记得，非常可怕，到现在我都挥之不去。喝点茅台，哎呀，不好放肆吧，明天更记不住词儿了。啦啦啦，种太阳，啦啦啦，种太阳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种太阳。我有一个美丽的啊，这什么？谢谢。你们困了吗？困了吗？我看看几点喽。啊，才过去半个小时，真的？哦，不困。有人说困，那也不许走。不困啊？不困的小宝贝儿们，既然闲着也闲着，那我就再陪你唠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对呀，夜晚刚刚开始，新的一天才刚刚到来。看我画的眉毛怎么样？我已经没有眉毛了，被剃得很细很细。可怜吗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出来。我的毛发那么稀疏，所以我也很担心。但我相信它会很快长出来的。不是纹眉，是我画的。我还为了我这两根眉毛买了3D 贴的那种眉毛，贴上去之后，远处看还行，近处看发亮的，因为它是那种塑料膜，所以特别像刚纹完眉毛的那种。发亮眉，挺吓人的。你们都在说啥呢？被这个小饮料挡着了，太感人了啊！今天模拟考考完啦，恭喜你，考得怎么样？考得一般。你们在说啥呢？玉楼春，非常精良，非常好的一个戏，然后服化道一切都是非常的棒，到时候大家期待哦，演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角色，我也觉得我胜任不了，但是，词儿非常多，演的还挺爽的。发际线又高了，没有，我2岁就这样了，我2岁就开始脱，不是，我2岁就开始这个发际线就这样了，我脑门天生大，怎么办呢？这个不是发际线移后移，我有段时间发现我发际线前移了，用了一种生发的东西，它前面长了好多小毛，然后就往前开始移，我还觉得有点不习惯了，发际线这个。后移和前移，感觉真的能一个人很大的变化。脑门大聪明，看到没？还有人说这耳朵呀，
我耳朵长得还比较周正，耳朵这块宽的、大的、圆的，聪明，就是这样的。耳朵长得好看吧？我现在知道，因为有人经常问我，你最喜欢你脸上的哪个部位？就是全身的哪个部位？我现在应该说耳朵，我好喜欢我的耳朵，虽然很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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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长得有鼻子有眼儿的，是不是？希望这个那个电视不是，希望这个直播前的朋友们看完这次直播，发际线都前移。每天都开心。其实我对我的腿一般，因为我从小跳舞，跳舞，然后我练了很多这个肌肉，然后这个腿型真的是遗传，真的是遗传，没有办法，我的腿型就很遗传我爸，我爸就是有点像，不是很长，然后他的肌肉走向是其实有点往横向长的，然后再加上。我的肌肉走向也有点随他，只是我没有，我不是男的，没有那么夸张。然后再加上一练功，我又是一个腿上肌肉非常发达的学生，就是腿上能力很强，所以我的腿上肌肉就会很明显。但其实女孩有点腿上肌肉是好的，我是觉得还可以。嘿嘿，我们。姐姐们里面，钟丽缇姐姐的腿也很美啊，就她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，哇！我还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看《美人鱼》的时候，《人鱼传说》，我太爱她了，看好多遍啊，她真的太美了。然后我最近在网上看到，就是在微博上看到印象最深的一个图片就是。真的是网友真的太厉害了，就是 P 我们就 P 上去字，猝然趴桌，就是他那条腿刚好只露了一条腿，然后那个真的笑死我了，我笑了好几天，我每次看到那个图片我都笑崩溃了，然后还有我吃香蕉，突然用餐，啊，真的。怎么这么有才呢？为什么你们这么有才呀？啊，你们太厉害了！其实录到那个时候确实有点很饿，然后我还记得我在看节目的时候，在姐姐们准备的时候，我睡着了，我坐着睡着了，我第一次坐着进入了梦乡，他们给我叫醒的，真的很可怕。然后其实晚上吃香蕉是热量很高的，他们很多人其实都不敢晚上吃香蕉，确实是热量比较高。但是听说香蕉是瘦腿的耶，虽然它热量高，但它是瘦腿的。大家如果说害怕的话，就白天吃香蕉吧。假的，对，但是热量高，但它可能就是专门治疗瘦腿腿部。嘿嘿，好的，以后多直播，只要你们不烦我。要瘦腿，我就很在想我这个肌肉该怎么减下去，所以我最近之前就买了一个那个滚腿的，但是我自己又懒得坚持。我看到有说在减肥的朋友们啊，一定要，就是健康减肥，就是不能完全不吃饭。对，你可以每顿少吃，或者你这一顿你就吃肉，或者你这一顿就吃菜，然后就是一点点少少的来一点，不能饿着自己。对，你可以多餐，一日多餐，吃好几满。手胖怎么办？啊，卡了，怎么卡了呢？又卡了，卡了，好了吗？好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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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怎么有人说头发多了怎么办？头发多的朋友，请离开我的直播间。好啦，我看节目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雨琦姐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她怎么，她，我们两个是老乡，就说话的感觉都就是很比较接地气儿。我也特别喜欢很接地气儿的那种感觉。琪琪子，哼。超可爱，我都被他圈粉了。头发蓬松啊，是我吗？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对哦，我最近啊，好香，用的洗发水比较会让你头发变得蓬松起来。今晚一起睡觉啊。我是不是这样会好看一点？太近了，会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这是谁，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这样呢？你们开心吗？今天？开心，谢谢。然后呢？这个有没有泡脚？喜欢泡脚的朋友们？告诉我，没有吧？你们都太小了，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养生的步骤。我也有，可是我没坚持住，还是要坚持。我觉得泡脚特别特别好啊，欣姐，我看到，是的，我也是看到她之前就是老泡脚，我也被安利到了，然后我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泡脚，我真的觉得非常好。2天泡一次，哇，厉害哟！哪天三公？你们猜？三公马上了，很紧张。我现在在，现在我没有办法跟他们排练。我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就是，他们都在一起，每天都在排练，我很早就离开了，然后我就很早就只能回到横店拍戏，然后他们每天都会发他们排练的那个视频发到我们的群里面，然后舞蹈老师会站我的位置，然后我去学动作，去记队形，然后我就只能这样跟他们练，所以我跟他们练的时间非常少，我也觉得非常对不起大家，我特别怕拖后腿，然后所以说我在现场，我穿着古装，然后头很重很重，但是我还是会尽力的跳，因为如果你不跳出来，你的节奏跟大家也就不一样，所以你永远不知道真实的节奏，然后那边喊我要去拍了，我就马上又过去拍，然后赶紧记台词，说台词。然后拍完这场，马上得空就在现场，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跳过了。然后，所以过去的时间去了就要马上就开始公演了，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跟他们合。然后我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，我最近确实哐哐掉头发，也确实要记的事儿太多了。心里没底，因为总觉得你会忘动作啊，会记错队形。然后我这次三公还要有一个很难的技巧，有一个我好多年没有做过的大技巧。然后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做，所以我非常紧张，我到现在都没有练。然后马上就要公演了，因为没有时间练这个大技巧，我穿着古装，然后带着那个头发，完全做不了。所以大家期待哦，期待三公，我们的二公也非常棒哦，谢谢大家。在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哦，《十日游戏》非常好看，看了一定不会后悔的。
记住我这句话，把我自己都看哭了。看完啦，再看一遍。大家去那个去给我投票哦，谢谢大家，动动手指，点个赞，666，姐姐明天就出道，投哪个？应该是投那个官微的那个吧，《乘风破浪》的那个，还有一个姐姐投票的那个。嘿嘿，去看一眼你们就知道了。搜一下《乘风破浪》的姐姐，多多支持哦。怎么瘦下巴？有一个办法，刚刚忽然飘过一个评论，就这个动作就比较丑，但是非常管用。就是一个是，就是你这块使劲，然后两个手指掐住你的这个双下巴的位置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拿你的这个气去顶，然后让你的手指掐住这儿，跟它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抬下巴，然后那个把你的舌头伸出来够天花板，一直够，然后就锻炼到这个地方，呲牙就投票，我呲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给您呲个牙。啊，已经投了，谢谢奥利给！截图了，哦，对啊，还可以截图，我刚刚做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表情，你们是不是都截图了？没事儿，我下次自个儿接。哦，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没说要结束呢，还挺长时间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累了呀？又累又困呢，是不是呢？告诉我，该睡觉啦，睡吧，朋友。好的，有人说不累又不困。那再来5分钟好不好？给我个眼神。啊，快去睡，不要嘛。再来5分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耶，乖乖的，那个，你们还想知道点啥呀？可以问我。好，现在是提问时间到了。再来10块钱的，对，是的。话痨，我不是话痨哎，但是我可以一直说。如果你们嫌烦了，我就不说了；如果你们不烦的话，我可以一直说。什么发色？巧克力发色。是的，有问必答，有求必应。宿舍，我现在不在宿舍里，我在横店。然后明天还要开工，今天拍了一整天。你面伟大，期待他出时间的时候会非常兴奋，因为这也是我用命拍的戏，就是投入了很多很多，在这部戏里面，啊，宁静姐姐，啊，静姐，晶晶 Queen，我们都说她是非常女王的那种气质，然后她是。我觉得他是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萌，很萌。他说话真的特别逗，然后不熟的时候呢，会比较，也不会太说什么。熟了之后就会很开心，就大家聊得会非常非常好。我觉得静姐的性格真的特别可爱。啊，万茜姐姐，我也喜欢，我超爱她。她真的是一个又。给我感觉就是那种文艺，然后又很多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全能的女演员，萌姐，萌姐夸我的腿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其实
还行啦，萌姐好棒，萌姐好多人说我们俩长得像是吗？萌姐非常白，白到发光，好白啊！她全身上下都是，皮肤超好。韩韵，我的韵儿，韵儿也好可爱，韵儿完全就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一样，漂漂亮亮的，可可爱的。怎么变白啊？我忽然间看到，哦，有说到这个美白，我是非常有话语权的，因为我对这个，我觉得真的是一白遮三丑，但很多人都适合，有些人还是也挺适合，皮肤黑黑的，也酷酷的，然后我是天生身上比较黑，脸比较白，但也没有那么白，但是我是，就是也有用过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美白产品。然后，关键是搭配在一起就会产生非常，就是1+1=2，然后就是很好很好的效果。改天一一都告诉你们，都告诉你们，不可不只是珍珠粉，啊，可唯，我的可唯，他超可爱，他好幽默啊，他真的好幽默，哈哈，快去睡觉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到点儿了吗？我想你们也困了，我也困了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如果明天你们不早起的话，就好好睡个好觉吧。早起的话呢，也现在就快睡觉，然后祝你们睡个美美的觉，漂漂亮亮的，一天比一天开心，一天比一天美丽。下次有机会多跟你们聊天儿。然后让我想想900万福利到底是什么，一定会让你们。